佛光山清德寺义工岁末新春联谊会由住持释慧龙法师主持，包括许县长、立委马文君、国姓乡长邱美玲都到场。许县长并获慧龙法师赠送星云大师墨宝，人和安康，富乐吉祥，祈愿大家以人和谦慈之心待人，人和则四季安康，安康则富乐吉祥。许县长表示，佛光山清德寺每年都会赞助南投灯会活动，已经连续多年在宗教灯区布置主题灯，并动员大批志工与信众参与，让南投灯会活动更亮丽精彩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期待在清德寺强法下，能够引领更多众生亲近佛法，让社会更祥和。清德寺呢，一年一度的岁末的志工尾牙呢，可以说都在我们这边呢热闹举行。那因为清德寺呢，可以说是长期来接引了很多的众生到我们这边来修行，所以呢，不仅仅呢在我们的这个自我的修行上面有很大的成就之外呢，另外我们在对外的形象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，不论是对我们的弱势族群，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族群老人，实际上都做了很多的关怀，所以呢，这次也能够荣获我们内政部表扬成为绩优的宗教团体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殊荣。那我们期待呢，众生在我们清德寺这种弘法的精神之下呢，能够接引更多的众生，那么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祥和。同时我个人也要非常的感谢清德寺，因为清德寺呢，可以说长年以来对南投县政府的灯会都是给予很大的协助，因为我们的灯会也都有宗教区，那清德寺呢，可以说是每一年都参与啊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让大家可以了解，透过灯会的美，也能够让大家可以看到宗教不同的这些的教义，我觉得也是别有这个教育意义的。所以我想今天在这里呢，也感谢我们清德寺在这个长期在地方呢弘法，那么也接引了很多的众生。另外在我们的道路的部分有一些的需要在做整线的，我们上来的时候就有看到了，那我们也会按照这个很多的这个民众的需求，我们把这个道路整建好，让更多来到这边的不论是这个县内的或者是县外的朋友，都有更加安全的道路能够来这边修行。许县长并说，他也注意到中潭公路连接清德寺的清德巷仍有多处的路况有待改善，县府将列为优先整修的道路，希望诸多各地来往清德寺礼佛的信众能有更安全平坦的道路交通。记者陈云志、郭新香采访报道。